小姨子出去了。нет, Лена, Лена не ходи сейчас. 小姨子出去了。жарко, холодно, холодно, холодно. 崔女士出去了。холодно, 待会儿，待会儿，走走走，出去，我来关上。走，再带老铁们露一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哪儿了？你慢点，媳妇儿，你慢点，慢点。搁这，飞鹿子，日间是如此不易的。飞鹿子真是那么做的呀？我给我小姨子冻的，你这。来吧，来吧。崔伟，这块血印，我告诉你，这块血软，这块血软，这块血软，对，这块。崔伟，你往前点，那你往前点，再往那边。这边血软。不，那边血都是软，那边血都是妹妹的吃照的脸就杵下去了。哎呀，你磨叽啥呀？赶紧的！我不要那个脸，你喷过去。你的血，你的脸上全是血。你愿意去也就这种。我特别想。你就往那血里边搭一个猛子就是啊。我穿衣服了。行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操，这半天，放了半天空炮。你看老丈母娘都搁这看着呢，你们也没长。你什么我小姨子出去之后，呱嚓就趴那个雪里边了，头都栽里边了。你看头上全是雪，头上都是雪。老丈母娘这次要给老二抱进去。Hold on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大夫，大夫，确实是痕迹。脱了。没事，这个拖鞋一会儿就那啥了。这个商量房吧不够，特别热，老铁，而且有好几道程序没有做。哎呦我操！哭吧！哎呦我去！哎我操！不行了，啊！我操！喂，快！不行了！你给你抢！哦！你快点背你卡，背不斯里，背你卡，不斯里！你叫西边！哎呀，咋的？这雪真冷啊，老铁！咱们待会儿没事，我在这里边热会儿，加热会儿。怎么了？还睡觉呢？睡觉呢？啊？睡觉呢，孩子？怎么了？还没睡着啊？厉害！学你妈了是吗？还没睡着啊？听不见豆豆。苦的。豆豆。爸爸在这坐着，不能跟你聊会儿天吗？你是我妈呗？你说是这个？啊？说是这个，刚刚我来说八个你也记得，而且一说故事书是不赖文的。不赖文的，对。